这个人我认识，三年前在境外，春山我跟吴振峰等人就是他。查他，他一定有问题。他跟我爸的死一定有关系。根据现场提供的线索，你根本不认识何家树。告诉我你的目的。我第一次觉得我离这里很近了。姓王，阿树被收买，跟吴刚的死有密切关联。开花。 你在外面抓人，往他那边就进了半小时。邻居，谁有这么快的消息？我们。